这台车是刚买的吗？没有，哥哥很多年了。蒙胸蒙胸，小灰灰的是吧？奶胸奶胸。奶胸呢？蒙蒙的，蒙蒙的。嗯，好玩呢、啊。这样子。连你妈妈头都甩晕了。哎呦！哇，可爱了。甩晕了没有？你问你妈妈甩晕了没有？很好啊！哎呦，抱着我都想睡觉了，他怎么跟我笑？你都打瞌睡了，人家还玩得好，你看他玩得好嗨呀、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玩得好嗨哟、哦！我是想看电视的。你想看电视，他玩得好嗨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呦，这么小会玩的，你看。哎呦，哎呦，这里。张航他想玩，嗯，你看，咦、哎，给我到你玩哦，嗯，哎呀，来啦，谁来啦？谁来啦？爸爸来了哦，看一下，哎，哇，那么多狗啊，爸爸还记得吗？几天昨天还记得爸爸吗？都不看我啦！哦，真是，爸爸呀！你看哪个？你看哪里？认得我吗？叫爸爸呗。嗯，爸爸。咦、嗯？哎呦，那么兴奋啊！哎呦，几天没得抱了是吧、啊？嗯。没得叔叔抱了。看到。几天没看见叔叔了，好兴奋的、啊、你看。哦。哦，好兴奋哦。妹妹。阿敏哥，为啥谁叫你啦？臭屁！谁叫你啦？阿敏哥，为啥等一下，阿敏哥回去了不？去吧。以前你老是得阿敏哥抱的不？你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以前小的时候，阿敏哥总是抱你的不？不记得了。哎呀，你看，行行总看阿敏哥，哦，总看你哦。以前你好幸福的，阿敏哥总是抱你的。明天要读书了。为什么要打我？你说，嗯，为什么要打我？你发有劲嘛？你打我，憨憨揍他，你说，看谁谁打得过谁？哇，你的脸脸，哇，你的脸脸，你总今天要回去了吗？对吧？你的脸脸，谁吃包腿啦？谁都吃啊？哦，你抢了？阿姑都吃了，你不都吃了？哦，我看见了，你不用挡，我看见你的碗里面有个包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吃完饭也回去了，也回乡走了啊！等一下，回乡走了。嗯，明天上课了。五号上课了吗？五号上课啊，那明天是五号了呀。今晚吃完饭，等一下就上去了。那你妈妈去搬砖了哦。那必须要搬砖，没办法。那我们妈妈想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。啊，慢慢吃。等一下，吃完饭要回去搬砖，继续搬砖。加油。嗯，多吃点。六一儿童节，又有。哦。现在五一哈。嗯。六一回来又搞。我拿来的那个，那个垃圾袋，我等下叫他来吃啦。哪个？我看见他还有打手来。来峰峰这里打一下气，轮胎都没有气了，漏气了。回到向哥哥好办了，就去补轮胎。峰峰爸爸好勤劳哦，还没有人拿呢，差不多了是吧？也要人肥的。回去了。我也回去了。我们走了，我也走了。
我也回去了，我也回来呀。啊，有空去我们玩。啊，等有空先。下个月我们组队去。好的，说好啊。下个月组队去。嗯，我等个小孩先，那个小孩不知道去哪玩了。去就去了，我帮你请假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我终于回到香洲了，好累啊，车子有点漏气，轮胎有点漏气，在峰峰那里打了一下气，现在回到香洲了。现在回来已经是7点多钟了，天已经黑了，明天我再开去把那个轮胎补一下。感谢你们的收看，下期见。